哇，没事，还有啊！结合主要资源，我们明天要打击气要。哈哈哈哈哈！好像跟那天说不一样。你是不是讲反了？前九跟你讲，加油！ 接跳了，还是不行，他想的时候是已经可以转，但如果从这里转这个，一直抓不到。每次都丢超频，大家生日都超高。你是怎么样的？对对对，差不多这个。哎，对，对，差不多这个。来哟！哇！真的？要怎么多少啊？谢谢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第一个愿望，希望我们红队能赢。耶！然后第二个愿望，希望大家都不要受伤，然后能可以一起撑到最后一站。可以的。是呀，是呀。好，来，三二一。 防守一定要做到这样，最高就要准备防守，一定听不到，好不好？这是正常的。好，注意哦。等一下要做这个练习，你看到前面之后三个人之后，你就知道到后面，马上判断他是在这边的话，都先打。我命可慌！我命可慌！我靠！我命可慌！现在整体。 状况下，我觉得已经在轨道当中，而且我觉得大家都越来越理解，然后越来越熟悉，然后团队配合其实越来越好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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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我是当运动员，我觉得共同训练对于就是整个运动来说，当然可能大家会觉得也会知道对方真的是，但是我觉得还好，我觉得大家一起承担一起竞争，大概知道他们的能力跟进攻可是在哪，让他们教我，我觉得这样会让我比赛的竞技上的精彩度更高，一直往上加的。前九，我跟你讲，加油！好了，风格越来越像了。又我屌，又我屌。